当然持续守三二，因为对方目前似乎适应上是有点困难，给射手简浩，又是简浩，又是简浩，对，带一步之后外线直接投进，哇！现在回来守人丁人了，我天哪，人丁人是挡不住简浩啊，背靠背靠背的三记三分球，哇，不得了啊！这要怎么守啊？上去，现在自己在那边做 A level， 走，记住是梦想家的，接下去换。可以吗？还差两个。小威那边，可是现在是简浩那边不能漏啊，前面追杀又一直漏，进攻要有东西，所以我很惨。那能不能从第四节落后十一分逆转战局呢？到目前为止，第四节勇士队还是持续的使用塞瑟夫，好球！勇士队有机会回敬对方一个五比零哦。勇士三分外线，好球，不要跳出来。阿吉再给德威，简浩这边露出空档了，又能放了三分啦！金德利自投自抢，再切到禁区，小球交给曾祥林，加动作被盖掉，又是德威，又是德威，哇！大B看起来很落寞。吉尔贝克这节是完全没上，外线短，苏伟，哦，不过是有哨音。第二球，田克宁过来找德威，塞进去，陈立焕跑出空档来了。对，在高位完全展现，让自己去处理，对，一个掩护，换防了，对，对，次数差距还蛮大的，又没进，两发进一中，现场疯狂大笑，投锤，这波很关键了，再给德威一个翻身罚球，现出手偷袭。蔡文杰，这个球又被德威毁掉，不会吧？天哪，真的耀武扬威了。好，这个小球交到德威的手上，但是有点滑掉。金德利抢分了，三分球投进，再给简浩。哎呀，失误！发生失误，不过只是德威。快告快告快告，今年球季开打第一场比赛，我在台北跟你聊天的时候，当时你说你的足底出状况，然后发炎的情况，那这场比赛看起来你好像是恢复全盛时期的身手。其实我就是跟着练球，然后慢慢复健嘛，然后那到现在真的又比较好了。对，为什么这么神准？秘密武器就是磊哥，真的非常谢谢他。当然出手这方面还是很多一些不好的地方。哇，你太谦虚了，有什么话想要跟梦想家球迷说的？我回来了。哦好，The game over.